家好，欢迎来到小蜗牛在囧途，我是岛主。那之前呢，有小伙伴跟我说这个惠斯城这个车怎么样，其实之前是一直没见过真车的。那正好呢，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南昌的这个房车展啊，看到了我们有这个惠斯城的拖挂房车。那现在呢，就有请我们惠斯城的江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惠斯城房车，有请江总。你好。咱们这个车呢，长呢箱体是4.3米，总长呢是5.3米，宽度是2.2米，高度呢是2.5米。车呢总共配了太阳能电板，逆变器是2000瓦的逆变器，200安时的铅钻电池，然后呢配备了洗衣机、电冰箱、微波炉、电磁炉和燃气热水器，基本配置是这样。咱们到车里看看吧。好嘞，咱们到了车里。首先呢，我介绍一下，是惠斯城430这款拖挂房车，它最大的优点在哪里？室内布局特别合理。整个同样的430的车，你看我这个车底非常的宽大，然后呢，内饰采用了高光的钢琴面漆。咱们从这边开始介绍，这边呢是一个挂衣橱，储物空间，底下一个储物空间，上面也是个储物空间。这边呢，下面是洗衣机，上面是个燃气热水器，烧煤气的。这里有配置非常全。这边是个卫生间，90乘1.2米的一个卫生间，非常宽大。这边是个卡座可变床，是1.9米乘90公分的一个，可以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同时睡觉的可变床。这边是一个家用的变频空调，这两侧是储物空间，这边呢上面有个小米电视，32寸小米电视，下面是电磁炉、电冰箱、微波炉，上面有两个储物空间，中间有个小微型酒吧台，这边有三个抽屉是储物空间，这边有个独立的水池，水池下面是储物空间，可以放净水器的一个储物空间。前车头配备了个2.15米乘1.4米的双人大床，双人大床下面的超大储物空间是非常大的，可以扩展水箱到200升。咱们惠斯城房车在展会期间优惠价69800以后，还附带赠送一套3000块的室外整体厨房。有喜欢惠斯城 430S 房车的车友们，欢迎到江苏常州惠斯城房车厂参观指导，谢谢大家。